题大了，不同国家的注意事，你这个行为能不能改一改？我家里有在拜，特别喜欢一尊佛是汉努曼。他看到了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我就跟他解释中国神话、日本神话来解释，他是悟空。隔天早上睡醒，我差点气死，我的那一尊佛旁边塞满了他七龙珠公仔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他把我的房间当仓库，让他的健身的器材。一堆泰国的身，很像恶魔，慢慢的把我推到一个角落。今晚十点，金科生物面膜，小明星打跟班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